这是较正常的囡仔哦，但是电脑台湾的教育讲得无正常。哦，我现在硕二快毕业念资工系，然后我还有一个副业是在网络上卖网球线。啊，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来这里采访陪审团。你什么名字啊？你的名字啊？如果你 Google Burn Man Tennis， 你可以找得到我的卖场。